到底是以结果为导向更重要，还是以态度为标杆更为重要？他是第一天上班，的确，他确实是留下来了之后，他也没能够专心的工作，还影响到别人。但我觉得，在白雪身上，我们看到的很大的亮点，白雪是沉稳的、高知的，而且也必定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。对，我觉得他调整得很快。他在这儿闹到底能不能够用心工作，和他留下来的态度，我觉得态度太重要了。毕竟是第一天上班，我是支持白雪的。我也觉得。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开玩笑，我朋友生了一儿子，他老人家天天做的事儿就是没事呢就躺在床上，就一个手撑着脑袋，看着他们家那刚生出来的儿子，时而的慈爱的摸一摸他，哎呀孩子啊，我爸爸多爱你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我说你爱他，你倒是努力工作啊，你一天到晚就在这说爱他爱他，抚摸他，关注他，慈爱的看着他，有啥用啊？相反，像白雪这样的情况，一个人只有一双手，你要么拿手就搬砖，你要么拿手就抱娃。有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这种两难的选择，我已经觉得白雪做得够好了。